来，我们这一边呢，要进入的是展开，所以在这一边这一个层，所以我 x 乘 x 是 x square 加 8x 再加 2x 2乘 x 2x 再加2八十六，然后 x 跟 x like term 它可以加上来，它就会变成加十 x 加十六，这一个我乘。所以它变成 n square 减 7n 减 4n 加28，然后它又变成 n square 减 11n 加28。OK，好，然后接着我们再来看它的第三、第四题，这一边这一个，所以我同样的乘。3y 乘 y，它会变成 3y square，三五十五，15y，然后接着我有减 y，还有减五，所以它会变成 3y square 加14y 减五，乘，所以它就有三四十二 a 减4a square 加15减5a，所以我就有减 4a square 12减5就加 7a，然后再加15。OK，好，再接着我们看这一个。它在这一边，我这一个乘，它就会变成 3n square 减 n power 4加21减 7n square n 乘 3n square，n square 乘 n square 减 n power 4，三七二十一减 7n square，所以它会变成减 n power 4减。三减七，它就变成减4n square 加21。我这一边乘，再来乘，所以它会变成 4x square 减 7x 加9，一乘 4x square，一乘减 7x 减 7x，一乘99，然后再来这一个减 4x power 3，减减加 7x power 2，再来减 9x。所以我就有减 4x power 3，7加4，11x square，减7减9，减16，加减 16x，然后再来加9。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七题和第八和第九题，七八九，OK。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先把这一个乘，然后再乘，所以它就会变成了那个什么，我们这一边就会变成 3n square 乘 n，会变成 3n power 3加326n square 减 8n square 减 16n 减 3n 减6。3n square 乘 n 3n cube 326 6m square 减 8m square 减 16n 减 3n 减 6，然后它变成 3n power 36减8减 2n square 减 19n 减 6。好，接着这一个呢，它有一定的难度。我这一题我有两种做法，OK，然后给我呢，我自己本身应该会喜欢用第二种做法，OK，然后再来做第一种做法。第一种做法是正常人的反应的做法是，我先这个降成，
然后它就变成 x square 减 3x 加 2x 减6，再乘 2x square 减5。第二种做法呢，是我先就是，所以我这边这样乘上来，我比较喜欢的应该是先把后面跟它乘出来先，OK，然后它会变成了这一个 x 加2，然后它这边是 2x power 3减 5x 减 5x，然后再减 6x square 加15。OK，这一边，2x cube 减 5x 减 6x square 加15，好，来，我这一边我前面整理它，x square 减 x 减6，然后 2x square 减5，然后我再来这一个这样跟它乘，最后我再来乘，这一个呢它。已经是不能够再整理，但是其实我自己本身是还是会跟它整理一下啦。我的 x 加2，我就有 2x power 3减 6x square 减 5x 加15。我这样写有它好处，就是它的那个大到小，像我们昨天学的降幂升幂这样。OK，好。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这一个它就会变成 2x power 4减 5x square 减 2x power 3加 5x 减622x square 加6530 2x power 4减 5x square 加2减 2x power 3加 5x。减 12x square 加30，所以它会变成 2x power 4，然后减 2x power 3，减 17x power 2，加 5x 加30，这一个呢，它会变成 2x power 4减 6x power 3减 5x square 加 15x，我乘 x 罢了嘛，所以它东西照写了。然后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加 2x power 3乘2加 4x power 3，然后减 12x power 2，然后再减 10x 加30，所以它就变成 2x power 4减 2x power 3减 17x power 2加 5x 加30。哦，你看我在这一边，我这样写的时候，power 4对齐，power 3对齐，power 2对齐，x 对齐，号码对齐，然后这样写出来的答案一样哦。你看这两个的答案一样，一模一样的答案哦。然后我自己本身是觉得后面这个做法比较容易啦，但是我还是觉得你考试能够想出哪一个做法，做得出就是好的方法。所以在这一边，这个降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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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象它有一个大 buff 在这边，所以它会变成 2x square 减 x 加 2x 减1加3括弧 x square 减 x 加 4x 减1，所以它就变成 2x square 加 x 减1加 3x square。减 3x 减 12x 减 3，我在这一边我这样乘进来，OK，3x square 减 3x 加10减，诶，这个是加4，32加 12x 减 3，所以它就会变成 5x square，然后12加13，然后再减3加 10x 减4，好，这就是我的答案了。哎，在这边我刚刚做错了，这个是14，所以这一边它应该是减4，然后这一个它就会变成减12，然后这一边也错了，这一个是减12，然后减13，所以它答案呢会变成这一个 5x square 加 10x 减13，对了，OK，好，所以这一边的这一个。
练习 1.21 做完了。